老婆，听一下我老婆的声音。哦吼！哎，等等，实验马上就要完成了。真理を前に、私はおじけづいたりしない。怎么感觉中配和日配又要差距换挺名大字，的？明明白大褂就很不错了。就是性格上面。小动物がいれば、どんな衣装でも可愛くなる。あ、出现了。大丈夫、ただの雑魚だから。这种程度应该还在计划内吧？大ピンチ！这下有点麻烦了。我觉得中配比较好听哎，早く対策を考えないと。就是日，就是我感觉日配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声音。痛いよ。愉快的实验就要开始了。少し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ね。嘿嘿，抵抗是无意义的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科学の力をご覧に入れよう。ファイナルスパーク！材料用完了。補充完了。아마지레야바이发信息聊天可以跟好友聊天吗？哎，可以跟好友好聊天呢，跟崩坏聊天，崩凉。啊！哈哈。